诶，谁的眼镜掉在这里啊？这个眼镜还蛮酷的耶，让我来戴戴看。哇哦，谁撞到我？哇哦，是个美女耶，怎么她前面有两个选项？难道是这个眼镜的特殊功能？感觉好像是在玩恋爱游戏，扣分感觉就不太好，还是选第一个好了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受伤吧？我没事，抱歉，不小心撞到你了。那是什么？有加分应该是好的吧？哎，又有两个选项了。站得起来吗？谢谢。哇哦，分数越来越高了，继续下去感觉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。你好像受伤了，要不要先擦药？没有关系啦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又加分了，我想一直照这眼镜的指示做下去，也许这个女生会成为我的女朋友。这次当然还是选加分那个吧。我车上刚好有带膏药布，我们去那里擦药吧。没事了，记得隔天要把膏药布换掉，再换上新的膏药布，这样才不会发炎哦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男生心地真好，明明是我不小心撞到他，他却那么细心对我，还帮我贴膏药布，我对他还真的有点动心了。诶，这幸福号是什么来的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吧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要脱离处男的身份了。可是只有60%的机会。哎，管他的，60%已经超过一半了，就试试看吧。哎，你等下有空吗？不然我们去酒店休息一下怎么样？变态。